大家好，我是云飞。大家好，我是谁呀？别抢，一个一个来。大家好，我是詹妮。大家好，我是雷奥。我们现在在哪？我们现在在普吉岛，在泰国的普吉岛啊。嗯，对。好久不见，各位。嗯，其实最近我们消失的这段时间去干嘛了去了呢？我们就是在泰国来玩儿，对，休息一下。对，为什么来泰国呢？任家，你说为什么来泰国？因为这是我的梦想。对，这是任家一直想来的一个地方，东南亚。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两个的状态，也不是我们一家人的状态，也特别不好。大家从我们的视频就能看出来，各种生病，然后工作也是特别的繁忙啊，就是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来气儿了。然后也是一家人总生病，嗯，所以说我们感觉视频也是没有动力能够拍下去了，然后也是受到了一些不好的言论吧，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直播带货嘛，其实啊都是我们也是为了讨生活，直播带货呢只不过是一种挣钱的一种方式，啊，像你们工作，你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我们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挣钱。其实就是挣钱的方式不一样啊，我们也是卖的也是正常的东西啊，不知道自从我们带货开始就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言论啊，然后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在调整我们的状态，因为如果说我们不从直播带货上再挣钱的话，我们的这个自媒体道路可能就是已经走向终点了，因为视频单独的一个视频收入我们已经完全不能支撑起这个一家人的这个开销了。然后呢我们两个其实为什么前段时间那么累呢，我们也在一直在搞这个俄罗斯的旅游了啊，这个中俄的贸易了，好多好多事情在回国之后压得我们真的是快喘不上来气儿了啊，就是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所以说我们感觉是时候该好好休息一下，视频也是完全是没有心思去拍。然后其实我们这次来到泰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天了，五天了啊，已经五天了啊，这五天呢我们休息的真的是超级好啊，就是我连手机都 APP 都没有打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在脑后，就是来休息，来躺着，来躺平，这种感觉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呢啊，我们呢也会不会轻易放弃自媒体啊，也不会放弃，轻易也不会放弃我们大家的这个网络的大家庭，因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家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当然了，无论是发生什么，生活还会继续啊，我们还会把自己的生活呀、家庭了、工作了也会把它很好的来照顾到啊。然后小雷奥呢，我们这次从泰国回去之后我们已经找好幼儿园了啊，小雷奥要上幼儿园了，必须的。嗯，然后呢我们在泰国的行程也已经过半了，我们的在泰国这几天的后半段的行程会把这个行程录成这个视频啊，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还会继续来支持我们，来支持我们一家人啊，我们其实是非常爱大家的，只不过前一段的这个状态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就是特别不好，特别不好啊。然后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去？去溜达，我们在普吉岛的巴东海滩这边啊，然后去吃饭啊。这次是我们一家人来的，不但有带着妈妈，还有姐姐，还有姐姐的一家人，啊，就是说我的姨，对，我妈妈的亲姐姐一家人啊，我们是一大家子人来到的这个，泰国啊。然后我们一会儿给任家去编个小辫去，走了。这个是姐姐。以前的视频当中大家见过啊，二姨啊，是她的妈妈啊，就是表姐，对，表姐这蚊子简直要吃人这是亲姐俩啊，所以说大家这回明白了吧我们的家庭小分队啊，泰国旅行小分队，还有两个孩子啊，姐姐的孩子还有雷奥啊，看这还是一个林荫小道，哇，
哇、哦，漂亮吗？这个海滩是我们最近看过的最漂亮的海滩哦。至少没有那么多珊瑚在。对，这个细沙。看，全是比基尼了，已经。对。说的还是就是。就是俄罗斯人穿的比较少，喜欢晒太阳。嗯，看这晃前面。这才叫海滩呢。哎呀，心情立马就很好了。对。哎呀，这海滩不错。啊、你为什么这种表情？因为俄罗斯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去俄罗斯吗？不知道。为什么去俄罗斯？我知道。嗯。你喜欢干美女。我是去俄罗斯找媳妇儿的。对。这不就找到了吗？啊哈。Так уже нашел и дальше смотришь. 进口。这是我们住的泰式的那个酒店啊。相当不错了，后面是一个泳池啊，我们明天过来游泳啊，这个水超级干净，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有。泰国这边的交通很发达，因为这面它是车是靠左侧通行的，对，所以说跟国内跟俄罗斯不太一样，所以说得注意一下。对，你看那车都是从左侧出行的，然后方向盘也跟咱们不一样，也在另外一侧。嗯，就是要习惯一下他们的交通规则。人家要领，带着我大侄女去编辫去。我姐，咱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英语相当好了。学着点儿，这娘。给我妈做个泰式马杀鸡，我妈没做过。然后小雷奥在那躺着吃饼干，喝水，这娘在边边。我妈这么多年没出过国，除了俄罗斯那也没去过吧。俄罗斯那时候是帮我照顾孩子，真的是哪也没去过，奉献了一辈子。这次领妈妈出来溜达溜达，感觉特别满足。来，我们看看人家编的小辫儿啊。哇，然后看看咪呀，咪呀还甩个头。漂亮，漂亮，喜欢，喜欢，走，吃饭去。谢谢。一家人难得啊，出来按个摩，吃吃饭，休闲休闲。关键是妈妈，真的是好多都是妈妈的底色。对。看人家的小发型，拜拜，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啊。